轮到你了，浩哥。我来看一下，你都追踪什么样的正妹？一天这样超五轮下来，头会晕呢，整个血压都高了。哎呦，哇，103万，破百万，有没有要追踪？要追踪这种？扯哎！来来来，往下看一下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迷路了，这种。圣诞快乐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要留个言，圣诞快乐。而且你 Paul Love 咪咪看起来好讽刺，明明就是 Paul Love Yumi。没有了，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 ？Yumi。哇，这有点夸张啊！但是要追踪就要追踪这么猛，因为他的那个猛烈刺激真的太多了。但是这一个感觉哦，就比较肉欲哦。有了，还有这种啊，对不对？时尚照了，对，时尚照，对不对？跟猫咪的爱动物嘛，对不对？这居然是一个业配文，然后可以拍的这么的，对，而且还10万多人按赞，强哦！对，你看，哇，这走自然系的啦。然后这张他讲的是被地震吓坏了，哦，对，被地震吓死了，对，吓到之后这样保安跑出来的，哦哟，哇，你看看，每一张都是，他这样穿出门的，哇塞，每一张都是，对不对？厉害，来，赶快来看本人。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各位，杨丞琳演唱会为什么 hashtag 这个？为什么啊？我这不知道，有原因的。不穿内衣这个不用讲，不用解释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积极凶器，一起来欢迎我们 Yumi。两位好，两位小尴尬，两位有一分钟的时间，你慢，你慢聊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就是那个今天天气真的17度，真的很冷，所以就是天气很冷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，因为最近流感比较多，要小心。外面坏人很多了，然后快点，就是坏人也很多，真的要小心的，对对，因为有时候会人家会眼光会不知道要看哪里这样，但是要做自己很好，做自己很好，做自己很好，一起破个加油。我没有办法讲话，一分钟我不想打扰你们。但这位真妹，你也要跟他互动啊，哎，你不能。他讲得很啊，讲就可以讲了，讲可以讲话了，来。希望你能够哎做自己，因为大家有些人都这样畏畏缩缩。如果想要做什么，就勇敢的解放他，表达他没关系，就做你自己啊。那你现在是要发表独立宣言的。Yumi， 你觉得 say something？ 对对对，你觉得破哥人怎么样？我们也是勇于做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光头特别哦，很帅啊。所以你喜欢光头？嗯，我蛮喜欢光头。你看这样看有没有很大？夫妻脸吗？有。看那台，看那台。对啊，对，刚好三个光头。哇，有吗？有。对对对对，所以真的有时候去看演唱会或坐飞机的时候，还是要披一下毛毯的。对对对对，不然有时候这样的话会太没话题，尴尬了就摸头。互动完毕了，没有啦，好热络。太凶，杨丞琳演唱会里面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你穿成什么？穿这样子啊？对，你是 K 笑。而且这是今年的 Like Star， 刚最近的。哇，你真的把自己穿的 Like Star 哎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很怕热，所以我很怕热。我怕热，那一天爆冷了，我也在现场。哇，天！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引起暴动，人家捞皮出来，人家就是身材好啊，不行哦，就这一些，这个很厉害，他也不穿内衣啊，这样会不会很尴尬？嗯，一开始会比较不习惯，可是后来是因为我的肩膀实在太痛。然后太对，人家不是故意的，真的是不是背太重，对对对。然后后来就是发觉到穿内衣会很痛，因为它勒住。坏东西，坏东西。对，慢慢就不穿了。是是是，我们以前他搭飞机的照片，搭飞机那张才厉害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有点 over。哇，对啊。我们讲真心话，破你，我们讲一下，因为看了他那么多，基本上都是照片嘛。对对。照片他跟本人在你当中心中有落差吗？因为我看的地方是还蛮没有落差啊，对，没落差，我看的地方没落差，对，但是本人是更像小朋友了，更可爱。那我觉得你开始年纪很轻吗？对啊，没有。那个照片看起来是很野艳，但其实他本人是很害羞，像小女生一样。OK， 感觉像是很大辣辣这样，没关系啊，好弄好力啦这样。但私底下其实是没有，没关系啊，好啊，都可以。其实我一直很怕差很多。
差什么很多？就是照片跟本人差很多。不会不会，不一样的感觉啦，应该这样讲。对，真的没有，但真的是真材实料，真的真的。本人感觉比较生动。什么心？什么？人比较二 D 吗？对啊，就是本人啊。对，那平常都做些什么活动？对没有哎，就每天都在打游戏，打游戏，那个实况，实况。OK OK， 对对。那有你会在上面乱喷吗？对啊，干嘛？喷什么？喷人家，喷人家，喷人家。黑话，不会哎，就是打得太烂，我会直接说。你不要勒我好不好？可以走开。走开，走开。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直播，直播啦，打游戏给大家看。OK。那我们就让两位来互动一下。真的吗？有吗？这互动会尴尬吗？会吗？会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很简单，就是什么互动？拿着气球放，然后呢？腿上。放在头上。然后你灌他，把那球灌。对，这样了解吗？可以哈，就五颗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明明 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哈，可以吗？我不会介意哈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好，两位请互动来。哇塞！互动之前，我还是先讲一下勤钱教育啊。哦，是是。那个Yumi小姐，其实不用助跑那么远。你别让隔壁跑了啦！你这样助跑没有用，过来我会整个翻倒，会昏，我整个被冲。对对对，好 ，OK OK， 好，这后面我一步就好，一步，好，来，两位五颗，好，五颗，一百，不，你会不会拿？拿好一点，腿要合紧，你要开嘞，好 ，OK， 一边，好嘞，开始。观感如何？就大家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是，以后还会退追踪吗？不会了，不会，应该不会用 IG 了，对，不会用 IG， 不要用 IG 了，对对对，是，不用 IG， 对，那个对破哥的感觉怎么样？应该很礼貌了，很帅啊。感谢谢谢，谢谢辛苦辛苦，好谢谢。那两位要说再见了，真的吗？说再见，那永不回头。永不回头。谢谢波哥，还有吗 ？Yumi， 谢谢。好，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咯。赶快去。